Bravo！ 谢谢所有的音乐家们，谢谢梁老师，谢谢，谢谢我的台北朋友涂老师再次来，谢谢，谢谢。齐豫，我爱你。我听到别人说爱你，我就不甘示弱。齐豫，我爱你。齐姐说的好漂亮啊，这是一个什么称赞？你也很漂亮啊，仙女。谢谢齐豫姐的演唱，现在齐豫姐的投票通道已经开启喽，记得投票。你的心中大石放下了吗？放下了，放下了。对，我觉得唱完自己很满意，就成功了。对对对。现在就一切交给500个观众。这个舞台要珍惜齐豫的存在，这一首作品听他唱过之后就是一种高度。他今天比较危险是吧？啊，仙女姐姐出现了，我们决定一起去看。好，好，他现在已经进入了乘机房。好，他自己去看，他也去看。你们有一起来看一下吧，等一下。第七幺呢？第三。我们每次都是这样。齐豫老师的即时反应。